自己去。厉害，自己去吧你，拜拜。我都怀疑那个四点是你那个水友吗？刚才故意炸我吗？是我吗？直播间的好狗啊！太狗了，打到这一组都被气死了。妈逮着我炸，给这边送牌。妈的作弊，我操，接受不了，越想越气。哎，有没有可能小老虎斗地主碰到的是直男？有道理呀、啊！我靠，直男很坑的，打斗地主。真的假的？不可能吧？我这个叫 R 什么的。怎么可能呀、啊？那个都四点四一刀，我操，怎么可能直男呗？直男那个四点四一啊！哎呀，我忘点叫地主哇！我靠，我哎，哇，气死我了！妈，别跟我讲话！妈，谁叫我刚刚？妈，都怪你狗哥！干嘛？你叫地主干嘛嘛？你那么菜，我别叫地主了！我靠！我靠！我天胡牌！妈，都怪你！别跟我讲话！我要赢豆，你要赢豆 ，OK。就你那技术，我靠，那菜菜的那狗都看不下去了，我跟你讲。你还抢地主？我豆多，我豆他妈一千多把要玩吧，我靠，嘎嘎玩。箱子在哪里？真的假的？哪个有箱子？我不知道，我不会玩这个。一千多万。真的假的？开箱子在哪里开啊？嗯，我以前四百多万，那怎么感觉直男他妈刚才给我输没用？我操！开箱子在哪里呀、啊？直男这几把就给你干到、怎么开箱子？有箱子吗？你那有箱子吗？白色那个？什么白色的？我不知道吧？没背景啊？那找要有啊，他有时候会说啊。直男几把就给你干回解放前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没给，我给你妈准备干没？我靠！哦。是不是这个方方正正这个小箱子啊？白色那个就有、哦，打开就有了。打开三级甲，没了，就这样。嗯，没了吗？就一个三级甲，一个 SKS。你太黑了，正常甲都是给三级头上甲的。走，拉人头去。把药打满，猛跑。哥斯湖镇，哦，哥龙湖斯，我老家哥斯湖镇，我讲。随你的雨。有没有关子的大哥在看直播啊？能不能把我们这几个人的号不要搞那个强制呀？啊这么屌吗？求求你了，我把我以身相许，我操！那不行，那我他妈给你枪支到底，我靠！以身相许都来了，那没办法呀，没什么东西值钱了，只有我的真钞值钱了。有道理，狗哥，你看你搞我们的位置啊，狗哥，那有人玩犊子了就。我鬼知道这个地图怎么玩，我靠！我的妈！这谁会玩？我靠！不对，这把没车，我操，找不到几个人机了，我很厉害。喂！危险，危险！没事，没有真钞没关系，我还有节钞。扎到阵，猛冲！这个握把好，这个地图很难玩，我都不会玩，都没玩过，没怎么玩过。猛杀！来，走，带你们猛杀！来了吗？喂，等等。我这边。哦。去花都那边，去花都堵截他们那边的。而且我这有车啊！我靠。我有车好，有车好呀！开！双人的。啊。哇，烧要刮了呗！双人的不好，不能用吗？可以用啊，但是我们接不完呀。要不就把四号，那烧到刮了。四号管他干嘛？我靠，让他死。是啊，让他刮了，刮了。我操！
那人家又不上分，我靠，你管他干嘛？我给呀、啊。有道理啊。就是我们啊上分的，他又不是上分的，那、哎、谁鸟他？谁傻狗？反正不。我这有人来了吗？你在哪？哦，我来了。哎呦，撞树啦！在哪？我就在前面石头吧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！在后面，我在后面。差点刮了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前方有危险。哎呦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打不到他、啊、快爬快爬快爬，哦，这里他补不到我了，就那个石头精确表。完了，进房去了。谁进房去了？没了没了，这支持了。我这个老六很恐怖，我靠！哎，怎么没有 UMP 呀、啊？那我怎么捡了半天这个东西？哎呦，妈，这把这把好像掉的也挺快的。这把好像掉的也挺快的。对呀、啊。山谷不就是掉人嘎嘎快吗？激光握把，激光握把。你是男人吗？没看到了，那估计在那花都那边，我靠，妈全被砍了那种。两个麦，两个麦。哦，忘关麦了，我这。快快快！我什么时候开两个麦的呀？喂。不知道啊。哎，我这个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嗯。很离谱，看不不嘞，姐，爬下去兄弟，爬下去，这地方不好扶。这里有人，前方有危险。干他，狗哥！别让他扶起来，好不好？狗哥，干他，别让他扶起来。哦，倒了。哦，他嘎了。妈的，屁股还不会来。前方有危险！就开个蹦蹦嘛，撞人，撞人就行。哈士奇！我不行，妈，等下换个衣服，这衣服好软，妈的太薄了。哈士奇！哇！呵呵，撞人了。就有蹦蹦就比呀、啊，这个。狗哥，你们来车在咬你了，黑特。你车在追你，狗哥，危险。那停了吧，这边。前方有危险。应该是停了。四号，你小心，那边是。
是有人的。没看到。你可能是要开车出来的。完了，后面来人了。六，前后夹击。别开。小路走得了吗？太浪了，这圈子这么小了，你们还这么浪。别的，上来帮我架的。这个石头，前方有危险。这石头，这石头。前方有危险。打回去了，有点呆，石头的有点呆，小老虎能不能撤？我很撤不了。我四号壳了。接他车卡住了。炸！我走。上路往里冲啊！哎呦我去！150方向的来了，堵死了150那个。扑烟小老虎，没烟，我一直烟没有。我靠！刚进来的，屁股后面一直有啊。停了，小心点。我操，难搞！一打四了，小老虎。不是，不是一打四，绝对不是一打四，你信我。有烟吗？什么烟？一打三。一打二分的，他播的时候你打他，别着急，我帮你勾引一手。你勾引他，人家知道你呢，好像。嗯，他知道。楼顶喊你呢，你有雷吗？一雷双响。我哪里能丢了雷？那个双炮干拉呗。打不上药了。没办法，危险，知道吗？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好了好了，结束了。OK OK， 可以，还加八分。呵呵 OK， 我还加十一地方。等会儿他知道好了，知道好了。OK。哎，我操！妈，羽化怎么也赚？我已经赚一了，我操！对啊，我们这是比你高一百分呀，笨蛋，那不很正常吗？哦，比我高一百分。哎，我操！妈的，摁错了。喂，我就说我 KD 还挺高的，怎么分比你低？这么分比你都低，我靠！呱呱了，这死一次掉 KD 卡挺多呀，掉十几呢，我靠，真离谱啊！嗯，已经没有二十 KD 了，我再嘎一把，我也没二十 KD 了，我操！你现在多少呀？25。25吧，那差不多。是吧？来了来了 ，OK。哎呀，直接少打一小时，这金山是难受吧？弓箭机吧？嗯，刚刚弄那人脸还弄了半小时。
这个东西很难做的。我也怕这种情况。交了授权啥意思？把谁是乱扫码？别扫，不行，这个别扫，不行，这个。走。嗯。鹤发童颜。OK OK， 拉我。拉拉拉！快拉快拉！快快拉！我在找衣服穿。我敢猛开！开！靠，头发没搞上来。那不对呀，那三点我们才皇冠呀，哦，四点。你已进入一级装备状态，我才加油，特种兵！我才，我钻一都没了，哎、还四点皇冠，四点钻一。对哎，你也钻二啊？嗯，那不是有压吧？有好久没打吗？哦，我也钻二呀、啊。浪费两个小时，我靠！没事，直男，等等我，我快超过你了。那一百分之差，我让你一小时，一小时也上不了一百分，好不好？两把级，也就上个六七十分。铂金那两把级差不多八十分最少。八十分个毛，要杀十个以上，好不好？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妈的，该跟你们抢人头，抢个毛线！我靠，一把两把人家七十分都不错了。这个航线屌呗！妈的，来人把这个拿，你拿个杯，哥哥给他禁言了。妈的，打死你，你个大傻狗！禁言！我发现赛季中很多那种说话不动脑，跟你们跳，你跳，我想是梦。你跳，我吃个饭，我哥。真的，我发现每个赛季中都是我呀，总有那些人说话不动脑子，哇，很难受，就明明开心的冲榜，那些人问一些问题，真的头大的问答，我呀，安利我，就能把自己问到自闭那种，我靠。嘎嘎坏！哼，嗯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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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。龙四三，猛冲！我靠！按照这个进度，应该是。今天虎子皇冠二，然后我们皇冠三，有点悬。要不然没有啊，我感觉你的分挺稳的。我现在马上才皇冠，皇冠二我还打三百分呢，半小时打三百分有点难，说实话，皇冠三应该差不多。那我们就要打到二十号，二十号好像还有比赛呀，我靠，怎么搞？打完比赛，我操！要不打完比赛再冲。到时候要是第三天上不去，钟楼有人吗？钟楼有，不仅去不了了，来左边。我靠！我来中楼，怎么这么多枪？好多个，狗哥，别浪！打死他！外面怎么也打起来了？
我来中了，我来中了，危险危险！在哪？我来，你有点远，我掉。来了。压你了没？他跑过来路上。我跑过来了。在路上。哇，失血这个人。哇，不行。我靠！我没。他在给我补了呀。不对。不好吧？别来搁那加枪，我都为他妈能改开车，我靠，勾引我，这我去哪好呀？什么航线呀？我来找个好地方，我俩很危险，不然集齐。钟楼还有一个雨花，来，小心点啊！操，打药呢。我去了。倒了，有点危险。这里倒了，哪里倒？是那个龙。OK。打了打了，顺便拿龙。我有，我操！快快快！他很残，我跟他都很残。我知道去哪儿了，我靠！没事，我拉你，我拉你大煤球。哦，那怎么有两个啊？嗯，好几个，右边跳了一个，有吧？我操，好几个，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，我操，他妈的不对，三四个，我操，不去了。哇，我的位置，大狮子，说实话，我就一个了。我的位置在这里，来打我这边啊？怎么说？你们过来吗？打这边，打这边，前方有危险，打完了都，我人头要被抢了，快快快！我操！嗯，完了，我的大狗砸！哇，这什么鸟航线？我靠！我这是无敌，哥哥你过来，哥哥过来，哥哥你过来，我跟你说无敌。我想拿我的位置，我研究了一下。我不想去，特无敌，不行，拿龙很容易死。怎么打？怎么俩打慢点？拿龙也行，拿龙过来接我，快拿龙！我感觉可以拿，你觉得呢？你拿你拿，你可以拿可以拿，你拿你拿，拿过来接我，我这更好。你注意一下，好，我想我一手我一手，还在呢。妈的，他怎么包的？好多个，好多个，真的好多个。你屁股也好多个。我不行不行，我的位置去一点，他妈危险，你这个龙。那算了，不要了。快开车！快跑！我操，龙好多人。两队人打起来了，我操！快跑，快跑！我这无敌，狗哥。哇！真的，我这无敌。快跑！我来找你了。我这还没无敌，狗哥，不念你。顶不住了，我操！别说我了，他是有想法的。哦，小点声，妈要死了！别说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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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要死了！喂妹，我还避不了，喂！妈的！我给他断错了。过来亲我一下，狗哥，过来亲我一下，快点。哦哦，好。我靠，救起来了！你看我说吧，谁来谁死，我这无敌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房子收一个。我他妈太惨了，我落地就挨中，被人爆了一枪，我头都给你打歪。我想稳健一手，笑个毛线！我还得稳健一手。那也要来，我看人去了。好，我知道他完了没？还有一队，那个龙那里还有一队，还有一队呢。我靠！没事，淘汰王，直接淘汰王。快进，快进！需要进。接。狗哥的包在哪？狗哥，我靠，我看不到狗哥的包，我想拿狗哥的狗爪。我的包就在刚才你打的那个下面那个地方。
哦，看到了。快开龙关接一下我，我靠！你开开开！哎，哦哦，你不是龙啊？哎，我操，我以为你是龙。我是个毛龙，我那龙他妈800个人，那龙龙龙龙。我那龙怎么接我呀？我两个包接。那龙800个人，那龙。我靠！那龙还没被打，我靠！我说你开龙过来接我，应该很安全。那龙800个人，那龙人太多了，我操！我靠，你们三个那什么地方？喂，有两队人。我靠，你们三个在游泳？那没办法呀，我们这叫运营。我刚才都快嘎了，你还龙我靠！我你看我的血，运营上大分，打了800个绷带。他上面去了，老虎，那怎么上去？别让他们去。那你就搁着待着吧，行了，我们走了。马上，马上来了，马上来了，等一下，那我先游一下。看见天才上分之路，学会了吗？我操，顶级上分，顶级细节，却是纸尿裤。去呀，你跑了干嘛？你却拉了。我到哪了？接谁？雨化姐，就我呀，我到哪了？我这个二人车没动静啊，这一堆二人车，我去打个野，我都快点，你好墨迹啊，小老虎！我靠，妈，跳下来直接游泳，真的学谁的，小老虎？我的妈的，我才几分，他学，我不想掉呗。他学花生，我靠，那花生就这个屌样。好意思啊！这队跑了，他喵的！我操，不能学花生，妈学花生好丢脸喂！我用呼救去找你们吧。可以，我们无敌，放心，带你上大分。我无敌。真的假的？嗯。你们那个。我这嘎嘎无敌。金马，妈谁敢来？带我搜一下呀，我穷。去小鱼村。杀了。小鱼村，那机场三队人在打架。还在。哇，好多人！呦，我操妈呀！哇，真高。哇，真的狗！哇操，雨花妈暗度陈仓，听到我捏骨头！我带去机场里面踢一波，小老虎。补了他。啊？带去机场里面打一波。妈疯了！我天，还有。机场里面打一波，小老虎。妈疯了。谁打电话？这个手机猛响啊！被收过了，不要收了。哇、撤退、这个！还有多久？三分钟。只能帮我拿条龙。卡没了，就尴尬了。我拿个二级甲。我不知道他们有几个人，关键我刚听到今年有脚步的，我今年这个不动了，妈原点还有一个。今年这个下去感觉他要六，不敢下去。我粘住小老虎，妈干了！我来，搁那儿，单挑。妈加不下去呗？算了吧，你们接吧。哎呀，这个狗狗，我靠！我靠！几分钟？3:05。螺旋之裂开，我操！真的。我靠！飞了，是我的，直接一过来给我顶飞了，懵逼啊！我家伙，他在跳舞，怎么搞？吓死了！要几分钟哎？2:40。白打工。哎呀，好狗啊！节目效果爆炸！哇，龙怎么还没被他拿呀？左边，这边。算了，先说吧。有2分钟。哇，你看我就是那位置，妈，你看是不是天命圈？我说嘛，就我跟你说，我跳那个点是有原因的，我就能感觉那是天命圈，我在跳那儿的。要不是你来接我，我在那儿吃鸡了都。喵的跑了。
行，你给他丢了。我来找你们。嗯，走。你们有车吧？为你疯。我他妈捡过头去了，妈少了。我操，演员本来要就不多，妈还得磕一下。那空头还没了，诸葛哥过去捡的时候，来个马上给他摇了，咱们转头就好，朋友。我吧。没有。我操，完了，那雨花。嘎了，空头没了。这蹦蹦。开蹦蹦，开蹦蹦。哎，为什么城东没点错的？我估计要飞到圈中心。嗯。没事，找兄弟找他。这个闪包是多少的速度？哇，贼舒服。闪包我也不知道。哟。这种空投枪以后再也不要了，知道吗？不要再刷了，不要再刷了。刷了啥呀？刷了把那个 P 百 P 几九九十。我那屌呗，我来玩你呗，我 UMP 输给你 ，UMP 输更屌一点，哥哥。好 ，UMP， 那你就玩 UMP。给你，给你，我喜欢玩坏的，我这边带枪快过的，满配 UMP， 哥哥，我靠无敌，真的不骗你无敌。你看，你看我是什么枪？我红色的枪，看到没？哦，买几啥呀？你妈咪还能 P 九十？你还偷车，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喂，你们怎么在那不动？哎、呀我们这儿补充的。我的车呢？车呢，狗哥？哎呀，我的车在这儿。来接我！嘎啦！哦哦哦哦！嘎啦嘎啦嘎啦！我、哦、这个伞包能飞这么远吗？跳伞之后。哇、嗯哦，能飞这么远，我好像能飞过去防区。哇，这么离谱吗？这多少米？1300米能飞过来啊？啊，能飞这么远吗？嗯，这么屌。其实我才是队伍里最肥的。不吹不真的假的？他还飞捡到空投了。嗯。哇、哦！他才你条 P90加 MG 三，我靠！我靠，这么肥。贼狗。快下来，妈走！哎，不用走，我们这是圈呗。要去找人吗？你信吗？走啊！不要找人了，快一把稳个鸡吧。我那还没到呀，我他不会又被偷了吧？等一下，稳个鸡，稳个鸡，稳个鸡。再搜一下，太牛了！我一个鸡窝都没有，你们那给去不？没被偷，没被偷，没被偷，没被偷。我操！我的狗！我操！现在拿外卖的速度得拿了，拿捡到了，他都开枪了，老板人家被偷过呀！不走吗？喂！直接捡了你个大狗杂，好吧？我有 MG3，狗杂我不要。这雨花在干嘛呀？要不妈要睡着了吧？快睡着了，有点雨花困了。嗯，睡一点了。雨花已经睡着了，他都边打边睡的。我操，不会吧？你看他这不至于吧？喂，他肯定在这里拉个疾跑，然后在那里躺着睡一会儿。他估计搁那刷抖音，猛刷。我靠！没鸡肉包啊，点一个。你一个没有，给你一个来。我的枪是裸配的。刷圈了，快走。走啊。这个他不会算是吧？哎呦，还穿趴！我操，有点穿。啊！啊！啊！
哎，我这好几个刚拉的，刚拉的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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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你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四个刚拉的。要了！你直接去，快直接去！没了吗？嗯、他们在打那边的。前方有危险。没有哥吧？有人。他们在打那边的。怎么这么穷呀、啊？怎么这么穷？一把幺六。哦，对呀、啊。血肥呀，我这个。好穷啊！我这个两个快库。我操！我也肥了。真的假的？这个人血肥。哎、哦，这怎么还有个？这没有呀。这我这治愈器要不要？我有治愈器了吗？有有有。我有了。我车没油了，有人有油吗？有油吗，兄弟们？有，我有油，你过来，我给你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我都过不去了。过来呀、啊！狗哥，自弃了吗、啊？完全没了吗？我已经没油了。嗯。啊，是的吧？这把红的捡的，我操，掉下来了。那龙了，来，前方有危险。不行，不能捡，捡他出事。我捡。喂，你要捡啊？他就俩人，那龙。Okay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枪啊，拿，快，啥？嘎嘎猛枪！我要什么枪 ？P90，那俩龙跑了。来，我给你加油去，我有油。上他的车。好，你快接上来，快接上来。哦，我们没油了。那你们加，我上你们这个。危险。啊，哪里？老六，我有两桶，我的车。那进去救一桶。这是我的车、哦。你有车，你为什么不开？我没油了。你别下车了，别动了，知道？妈，再动了又取消了。OK。好了，我敢把这加油把这么一点，现在上车断掉，下车断掉，旁边路过也断掉。我操，妈真的。我感觉就待在。对，待个圈吧，待个圈吧。待个圈吧 ，OK， 待个圈吧。节省，我操，眯一下，节省力气，我操，都累了。自救加眷前面乱杀乱杀累了，我靠，妈杀到现在杀到皇冠才，我靠，不对劲。嗯，还没皇冠呢，我还没钻一呢。我操，平时以前，就以前上个赛季冲榜，这个时候晚上十二点前都得皇冠杀，不对呀，我们这妈打到现在才皇冠，等会看看吧。嘿，操！嘿，我操！来挺住！杜风神现在就白熬了，熬了24个小时了已经。哇！干嘛？妈，真，说实话，我拿了P90无敌了，基本上来，等会儿让我随便一贴死，谁来谁死，真的。我操，你还特哥都皇冠了，我妈真的玩个屁，哎呀，三宝一都没人家快，我操，真的，说实话。他什么单位了？官二了。这么屌。妈才多久啊？才三点多，妈六点封人，只敢睡觉。我操！我也想下来就开挂去。下来就我也开挂去，我操！妈，我下午六点直接封人睡觉。哎，他们为什么不是直接第一天就封掉啊？怎么每次都是第二天上了战神再封呢？来龙了，来龙了，来拉车了。这么两个上来呀？探点的，龙就炸了。探点的，这怎么炸了？看没来龙了，西北这儿。哎，你们咋上去的？龙在飞，这板子上来了。前方有危险。哦，这儿能上来呀、啊？嗯，抓盘。真的假的？抓这边，抓这边，抓我这儿，抓我这儿，就这边。就抓这个角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抓这个角，
就从我这边断这个桥。哎呀，这边前方有危险。开跑了。前方有危险。跑了。那你个大傻瓜，我给你。我感觉呀。哦，对，我自救，我自救，不用管我。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完了，他用龙了，他用龙了，龙过来了。还没有，剩下的在哪里？看不到，这下面来金马的又来了。前方有危险。剩下的看不到在哪？熄火，我操，我 P90呗。搞偷袭，吓我一跳！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，心浮气躁，动不动就要偷袭拉上来。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有762子弹不？没子弹了，有没有子弹？子弹高点。有，全是762子弹，这个3480。OK， 他的包在哪？楼上，楼顶那个。楼顶，我包上。走、之前可以去拿下面的火酒过来。那这里啊，高电子弹吓人们，咻咻咻！我其实不多、啊，好吧。上面很多啊，楼顶。飞弹五十，我这里跳不就上来了吗，狗哥？这里，往我这里跳。这我刚跳上去了，我有时候跳不上去。我扔了一点下来，我操，我只能一点点给你运了。OK， 没事，够了，一梭子。我要不全看你都跳不上去。哎，我操！来，我给你下来，我给你下来，来，178。哎，不对，都没扔下来。哎，妈的，我的六。扔了，178。哎呦我操！咋跳呢？去哪跳的呀？我来，看我来。啊，对了，好了，那金跑着。我标记了一辆载具。还是对，刚刚就大金跑着，我不知道，刚进来还有人扔雷的。真假的？真的，就这边。前方有危险。那怎么办？打进圈了。去吧，去这个反波去吧。前方有危险。好。危险！直接躲厕所里去了，拜拜。厕所不行，我拉他清人，我给。清啥人？大金跑在停那儿吗？人去哪不了？是有个金色玛莎来的，我靠，这边。标记了一处重点。后面。真叫我打下这个大金跑这一块，就在脚下石头脸上。我说有吗？完了。哎，我为啥在右边？我下车直接掉左边去了。没了啊！这里啊，这里那边啊，这里啊。哦，我在左边。OK， 看到了。这什么握把这么奇怪？清醒，哇，好奇怪啊！好奇怪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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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边趴着的，开枪！喂，倒了！你来骗我不要！我妈，我打了两枪都没倒，喂！我到一边，叫别人拿伏地魔！哎呦，撞死你！还有一个呢，撞死了，还有个在毒外，他在毒外毒死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毒死了。
毒倒了，还没死呢，他有自救器，应该是。二，一，拜拜。妈的，我 P90 一发没打。问题，我们就给打了一个人就。36分。这么高呗？哦，你33哪来43呀？我落地就干了四个人头啊。不容易。我操，王牌了。哎呀，完了，我要人脸了，我操！啊，你要人脸了，完了你厉害。哎，我能准备。只要99。我也要人脸了。真假的？哎呀！啊，你们去人脸吧，我跟。这怎么人脸啊？我都不知道怎么人脸呗。你问川哥，让他给你拉个群。怎样？弄一下，等一等。要多久啊？狗哥那个方法也行，跟狗哥那个。哦，那我发给虎子。那个什么了？我发给虎子。你发的那个视频也得发给他。哦，视频也得发。好，那谁有发我的？谁有发我的？哇操！差不多，就那个方法就99块。大概多久？我说你弄大概弄了多久时间？他那人脸可以开一把三股吗？他们先动，我们开一把三股。一把三股差不多。OK。要20分钟。等一下啊，弄一下。狗哥怎么弄啊？要下游戏对吧？先把游戏下了，然后呢？你就看这个视频教程呗。要开声音吗？是吧？先下东西啊，是不是要？等会儿，等下东西。哇，这么厉害吗？喂。不用人脸了，我怎么能开呀？啊？啊！我怎么自己能开？他不提示人脸呢？真的假的？能开吗？那我退了。哦、我能开呀。他怎么退了？哎，我操！为什么我能开呀？那来一把，来一把，等。你看，我自他自己准备了，准备啊、都不用人脸了。那我不行啊呗！啊、哦，开、啊，我们先开吧。哎，我靠！开吧，你分太高了。怎么这么奇怪？分太高了。知道怎么弄的呀？这狗哥的，就跟狗哥的方法差不多，不过是。等会儿我问下川哥吧，你都弄好了，我免了狗哥的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跟他的方法一模一样的。啊、哦，一模一样的吗？什么警告？他让我人脸，跟警告毛线？让川哥给你拉个群也行，反正跟那个方法一样。我刚看了看，呵呵，刚操作的时候，方法一样。飞机很快就是什么？我怎么他妈又不用人脸了？好神奇啊、哦！啊，然后狗哥直接人脸，直接下线上线 ，OK， 直接好了。没有啊，我下线都没下线啊。问题是，我就退出去了，然后我又点个开始，哎，没提示我要人脸哎。这个人脸很厉害，很快，20分钟一把就好了，我看看。我操，等会儿先把人脸弄了，我们再给他。我这个是什么飞行器？我们先把人脸弄了。这怎么弄人脸呢？挂个斗地主弄吧。他前500他就随机跳的，都要跳的。我的人脸是真搞呀！我先把人脸搞了，我操！啊，你搞呗。搞吧，没事。那我怎么不跳啊？你等一下也要跳的，我跟你说。一会儿说不定就要跳了，我很白的，啊，那箱子是哪里啊，狗哥？箱子它随机的，鬼知道在哪里。嗯，哪里刷的服装？有白白的箱子，它随机的。你看我这把刚上把在这里，这个塔楼梯这把就不在了。封倒没必要封吧，封干啥呀？
封了就没意思了。主要是我又没开挂，我靠，全程直播怎么可能封号？封号他也要解呀。就是。就是。咱有理，咱怕啥？可能我这把打完，他又要弹人脸了。刚可能过了一两秒钟，那个分掉出那个5500的分数线了。我操，有没有可能？可能。我得重连一下投屏，有延迟，妈连太久了就会这样。警告！关子在看我直播，我跟你说，他看一看我弹人脸了，不行不行，给他解了。我知道他是个好人，有道理，是不是很有道理？对对对。然后虎子的话就算了，妈的虎子真吵，真鸡儿吵，这孩子妈的不给他搞，给他直接给他上人脸，要不然他追不上呢。很有道理，我操，顶尖逻辑理解。一会儿给你来个七天一堂。 OK OK。哇，他跑的！给我七天一场。哎呀，那不能傻了吗？七天一场，那不是没得玩。哦，我开的歪歪歪，我讲他一号听不到。没事，等会找个车让他先死。嗨，先让他去探路，我们要利用好队友，利用好路人。嗯，很狗。那不行，那不太好。有空投，我讲。哇，好穷。早上5点到8点，我他妈没下播，哪来的回放啊？你一直问有回放，回放，真的是哪来的回放？鬼蛇皮回放，我都没下播，怎么会有回放呢？又没撞车，看什么回放？就是都没撞车，撞车了，是撞车了吗？撞了，撞了那个虎的那个桶，那同事撞了两把嘞。我操你他妈真狗，我给咬。我来了。哇，真的狗。我大狗砸他妈直接就是给我闪了7-8秒。50米50-60米都跑过来了，妈嘞。这个好。你看你拿头甲我拿枪，我给咬，太对了。还好头甲捡到了，要不然我炸死他。嘎嘎行。不行啊，没有人啊，这个图啊。对啊，我不好玩。没事儿。哎呀，那个度假岛没出去呢，我感觉要出呢，那出了我跟你说，那一把那个啥，十几个对手。那么好玩吗？对啊，那个小图一把也能杀十几个。那都以后都没人玩那个，没人玩雨林了。我把这个5-6子弹丢了，我给释放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清醒，我要。帮我带，啊、你帮我带。OK。捡我狗杂，你得帮我带。我这个包，我这里有物资。你跑哪去了？我在这山上。我在看有没有人机打一个800发子弹，好吧，没有人机，没有人机，没有人机，
哟，是活的。哦，强化人机。优化。这个怎么化？我靠！敢抢我们人机？蛇皮。哦，找错人了。前方有危险，给我队友一堆子弹干嘛？你没握把没丢啊？你握把没丢？两个轻型握把，你没带呀？两个要啊？啊！危险危险，那地方危险，找个地方。你又没说要轻型，完了。而且我也没有轻型，我哪来轻？哈哈哈！我靠，三个脑袋那个楼顶，我靠！我要打一个人，他们三个就想打我，不行，妈耍赖是吧？我跟你们一个人对枪，你们三个人。换屁股后面来人，不行，换个位置，不行，我要给他上一个。三个人跟我对枪，我就不敢跟你对了。去他打我干嘛呀，我又没招他。妈你再来打死你。来妈一人给你两头。哎呦我的妈。他一直打我呀、哦、他怎么能打到你这么远。哎呦倒了，这还能打得到黄甲。哦能打得到、哦、这地形太不熟了，我靠。妈离谱，这都敢上车，我也打不倒他，我给他的大吉普。曹队，这倒，前方有危险。拿倒了。那、哦、这里有人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哦，他吃毒了。哦，他死掉了。这房区有人，嗯。哦，他砍毒，我靠。人，这房区好多人，妈三个脑袋。我为什么还是个零弹？你往左进，往左进。嗯，我这队全没了。前方有危险，这石头有人，这石头前方有危险，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没有啊，我这能打呀，没看到倒俩，我呀就倒一个。哦我操，他怎么还有倒了呗。前方有危险。嗯，这位置好阴冷，
楼下过去六楼。就近点俩。喏、哦，我脸上有人，有脚印。喵的！这房区倒了，回去救了。小心我头上压，子弹给我架我头上。小心哎、欸，一号。姐姐，我可以救姐姐。这边好多、哦，我靠！快过来，快过来。哦，姐姐，姐姐跑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翻过来。我帮你们架。开门，开门，我进房子里面，进房子里面走。注意时间，十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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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子弹别打他了，等会儿你先。进不去啊！我都被他卡着了。我靠！没烟吗？我也没有。完了，我嗝了。哎呦，我操！完了，你也要嗝了，哇，全嗝了！哎呀，倒两个，倒两个子弹，上面还有一个。哎呀，我操，牛啊！刷刷毒了，你要嗝了，灯两秒钟，哦，死掉，一秒钟，我的天，我喝药，喝药，来不及了。快跑快跑快跑，别管我，快跑。哎呀，我、哦、加九分加八分、哎、啥呀、哦我强制了。哦胡子好了没胡子。你们没强制吗？